民数记第三章一节，耶和华伫西奈山吩咐摩西的日子，阿伦甲摩西的后代亲像下底。阿伦的这个囝，大囝名叫拿达，也有阿比户、伊利亚撒、伊塔玛，这是阿伦的囝的名，拢是受抹油的祭司。是摩西叫因承接圣职担当祭司的职分的。四节，拿达、阿比户伫西奈的旷野，对耶和华献拔禾会的时，就死伫耶和华的面前。因也无惊，伊伫阿撒、伊塔玛伫因的老爸阿伦的面前担当祭司的职分。五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。你和利未的支派进前来，徛伫祭司阿伦的面前，通服侍伊，替伊甲会众伫会幕前守所吩咐的，来办理会幕的事，搁着过守会幕的器具，也着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，来办理会幕的事。九节，你着将利未人和阿伦甲伊的囝。因为因是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拣出来给伊的，你得吩咐阿伦甲伊的囝接受家己祭司的职任。近前来外人的确受指示。十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：我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拣选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头前啊生的利未人要归我。因为囝仔头前啊生的是我的，我伫埃及地打死一切头前啊生的迄日，就将以色列人中一切的大囝、男甲精生，拢分别做成归我。因要属我，我是耶和华。十四节，耶和华伫西奈的旷野吩咐摩西讲：你着照利未人的宗族家口点算因。囡仔马月以上的查甫囡仔，拢着点算。对安尼，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点算因。利未众囝的名是杰逊、哥哈、米拉利。十八节，杰逊的囝照着家口是利尼、示妹；哥哈的囝照着家口是暗兰、伊苏合、伊伯伦、乌色；米拉利的囝。照着家口是摩利、摩西，才会照着宗族是利未人的家口。属杰逊的有利尼族、示妹族，这是杰逊的两族。其中过剩的对马月以上所有的十波囡仔，共有7500名。这杰逊的两族都伫会幕后西边安营。二四节，拿伊勒的囝伊利亚撒。做杰逊人宗族的首领，杰逊的子孙在会幕中所得过守的，就是会幕、甲布幔、甲布幔的挂、甲会幕的门里、伊的布围、甲门里，伊就是为会幕甲大的、甲一切使用的锁啊。二七节，属哥哈的有暗南族、以属合族、希伯伦族、俄色族。这也是高哈，这也是族，照所有的十步丁的数目，对马月以上过修圣数的，共有8600名。高哈囝的遐个族，都伫会幕的南边安营。三十节，乌色的囝伊利撒犯做高哈宗族家口的首领，因所得过修的是约柜、刀、钉台、两座坛。甲圣所内露营的器具，甲门里，甲一切露营的物。三十二节，这是阿伦的囝伊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的首领，得监察遐过守圣所的人。三十三节，属米拉利的有伯利族、摩西族，这是米拉利的两族，因过剩的照所有十步丁的数目。对马月以上共有6200名。三十五节，阿比海的子苏勒做米拉利两宗族的首领，因都伫会幕的北边安营。三十六节，
米拉里子孙的这份是固守会幕的板、钢、条、座，甲会幕一切所录用的器具，以四位的条、座、起啦、甲锁。38节，伫会幕前东边五日出的所在安营的，是摩西、阿伦甲阿伦的子，因固守圣所，替以色列人受耶和华所吩咐的。近前来的外人的确受敌视。39节，既然过剩的利未人，就是摩西、阿伦照耶和华吩咐所算的，照着街口对马月以上的查甫，共有22000名。40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，你着对以色列人的中间点算马月以上，既然头上生的查甫丁，将因的名记得。我是耶和华，你着拣选利未人归我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前啊生的，也取利未人的精生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水生的精生。42节，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以色列人头前啊生的拢点算，照人名的数目，对马月以上，囡仔头前啊生的查甫。共有22273名。44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，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上生的，也取利未人的精生代替以色列人的精生，利未人得归我，我是耶和华。46节，以色列人的中间头上生的查甫丁比利未人加273个，要把因赎出来，你就照银锭照圣所一平，把人取赎回的银50克勒，1克勒是20几啦。将遐出业的人的赎回银交予阿伦甲伊的子。49节，摩西对遐受利未人所赎以外的人摕赎回的银，对以色列人头前啊生所摕的银照圣所一平。有1365克勒，摩西照耶和华的话，将这赎回的银，给阿伦甲伊的子，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